宝贝，你舍得吗？世界不能给你的，这里都可以给你。你是谁？在这里，没人能战胜我。喜欢吗？喜欢。知道你回来，他必须停止。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原生公寓发生一起命案，相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死者江山，男性，丧母。生前与5岁女儿江寒一直居住在原生公寓。命案发生，原生公寓被广泛关注。在命案发生之前，本市曾有多人失踪案发生，而失踪者均在原生公寓附近被目击出现过，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原生公寓江山遇害事件仍没有突破警戒，案件交手，而广大市民纷纷表示关心死者年仅5岁的女儿。一年前原生公寓神秘的死亡事件到今天仍然没有定案，凶手至今想从现场找不到有力证据，这起案件很有可能成为一起悬案。原生公寓因江山死亡谜案以及多起失踪事件造成了住户的大面积荒废，无人居住，种种神秘传言将原生公寓罩上恐怖色彩。死者的女儿江寒因没有亲人对其进行监护，已被本市福利机构收养。这位同学很投入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体验 VR 的感觉？VR Virtual Reality 就是虚拟现实，也叫灵境技术，结合计算机图形与人机交互技术， VR 技术可以给我们创造一个虚拟环境。与电脑网络游戏不同， VR 创造的世界更加真实，甚至可以欺骗我们。就好像大家都看到他现在站在这儿，但在 VR 的世界，这很有可能是一段灵境设置的编程而已。你在找这个吗？谢谢。晚上陪我看电影。我没空。那项链就是我的了。把项链还给我。
又一年了。爸爸，你在画什么？爸爸在画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愿望。你骗人！爸爸怎么会骗你呢？爸爸是有魔法的。魔法？眼见为虚，爱胜一切。咚咚咚咚！哇，真的是魔法耶！喜欢吗？喜欢。来，爸爸给你戴上。先是电梯坏了，现在缆车都停了。我看，很快连这里都要拆了吧？都怪你，丢下我一个人，只给我留下这么一条项链。不过你放心，我还是会每年七日带酒过来的，作为回报，爸爸，你就保佑我早日找到凶手吧。没有看到南极，但有人在祭拜你的老朋友。老朋友，只要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钱一分都不能少。说下去，钱不会少你的。他找的不是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来这儿。这整个楼都是我的，那上面有我爸的名字。站住，还给我。快离开这儿。江寒，到万总前回来找我，这里出了问题。这栋大楼是这个世界的起点，不修建这个世界。万梦千魂，原生公寓地下室。干什么用的？哪里？
杀我！你们是谁？啊，一年四百多一年的咱呢？还是五千万级别的？这回你这个是个三哥。이세상은강자가말하는대로되는거야하살아빨아야다쇼给我别怕别怕아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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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不想死就跟来。喝牛奶，哼，我的，他胖了，饿吗？啊，牛排三分熟怎样？牛排，跟着。欢迎来到全息游戏，万梦千魂。原来我在游戏里。孤独。什么？不是美，是孤独。你不懂。你带我来这，难道是想讨论牛排？餐厅永远听不懂你要的三分，就是三分。只有万梦千魂边界烤出的牛排才是三分。爸爸让我到万梦千魂来找他，他留下的录音说这个游戏出了问题。你父亲留下的纸袋中还有一件东西很奇怪。是那份报纸？对，多人失踪于原生公寓，可惜报纸残缺，信息不完整。想一想，你是在哪里进入游戏的？是原生公寓地下室。就是那退出游戏的按钮。为什么我没有？看来你是非法进入的，这就是基于现实世界形成的万梦千魂。你为什么会去原生公寓？叔叔的公司这几年一直被黑客入侵，最近我才发现这些资金都流入了万梦千魂。你叔叔就是画像上那个人？我是叔叔带大的，公司是他的心血。万梦千魂没有公开上线，玩家只能通过手机身份认证进入游戏，游戏权限严密，我查不到黑客身份。而在有限的游戏数据调查中，唯一出现的地标就是原生公寓。我也是在那里进入游戏的，也许可以问问你叔叔。他去世了。那是什么？幽灵。万梦千魂的监视器，我们被护卫队发现了。
来得真快。你不换衣服的话就没这么快。我是万梦千魂的程序护卫队员，编号 N-2L7-SO-X， 可以叫我 SO-X， 也可以叫我寿司。江小姐，虽然你很漂亮，但很遗憾你被通缉了。别怕，这是幽灵监控拍摄到的。你们不知道万梦千魂高于200米的建筑楼顶是不能进入的吗？明天下午3点到护卫队里，交罚款吧。谁下的通缉令？南极？哇哦 ，so cold！ 寿司。还烧麦呢。身高184。86。哼，我劝你乖乖的不要惹火。给你10秒。滚。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玩火？不知道。你有种再说一次。不知道。啊，不好意思，你得退出游戏了。Code。哎呦，这有你什么事儿啊？师兄，巡检国去。师兄，我是想等你们来之前先调查一下。我们要你蚕丝饼帮我们调查吗？马上。照样抓你！啊，上！打他！打他！你呀！周雷梦，小心！队长，我不是故意的，队长，队长，别往路上打！不！擅自扣押护卫队员是会被取消游戏资格的，你知道吗？你明天我还会……比上嘴可爱多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去图书馆。是去找那份报纸。原生公寓的失踪事件很蹊跷，找到报纸，也许有新线索。哎！等我们查到真相，就会离开游戏，不会给你添麻烦了。找到了。不见了，连图书馆也不见了。看来是被人删掉了。那现在怎么办？只有退出游戏，到现实图书馆调查。可是我没有退出按钮。在游戏中死掉，可以退出游戏。死掉？需要帮忙吗？又是他。连赏金杀手周二都能请来，我真是低估了我的对手。你要什么？我要你身边的这个女人。跳下去，我陪你。打扰二位约会了，帅哥。
你可不可以先消失一下？他就交给我帮你照顾吧。闭上眼，现世界。大家好，我是 Nanami， 记得你们答应我的。你醒了？还好你瘦，不然晾衣服的架子可挂不住你。哎，你放心吧，我帮你检查过了，你没什么伤。啊？原来我还在游戏里。你当然在游戏里面啦。人呢，总是分不清楚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拟。这是护卫队的基地，是我救了你。你现在被通缉，他们正在找你，他们可不像我，是不会讲情面的。谢谢你，算你欠我一次。南极呢？那个傲娇鬼啊，哼，这蠢猪居然带着你跟他一起跳楼。他是有退出游戏的手环的，可你没有啊。你没有退出游戏的手环，你跳下来是真的会死的。也许他还不知道吧。你还帮他说话，他是装叉装大了。我看他呀退出游戏了，我也再回来了。万梦千魂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啊？玩家对阵，这是各战区玩家的作战监控。那是什么？积分，每个玩家进入战区会有100个基础积分，赢得一次战斗积分就会增加，你的积分越多，你的武器就可以换得更好，进入不同的战区。行了，别想那么多了，给你换件干净的衣服吧。我要离开这里。送死啊！我爸爸被害之前可能来过这个游戏，我现在又莫名其妙的被通缉，这中间一定有什么问题。你以为你是福尔摩斯啊？那么复杂的问题你根本就解决不了，更不是我一个残次品能做的。为什么说你是残次品？你看所有的程序员都一样，高大威猛，装备帅气。你看看我，生成程序的时候短了路，搭错了线，烧得我眼睛都坏了，一只黑的，一只蓝的。我也想做英雄，可我跟他们不一样。你是英雄，他们才不是。我找了15年爸爸被害的真相，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机会。哎呀呀呀，真是要死在你的手里。座位。哎，这个塑像是谁？我经常见到。他你都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他可比佛祖和上帝厉害多了，每个玩家都想见到他。他是这个游戏世界的预言女神卡珊德拉。预言女神卡珊德拉可以知道玩家的命运，通晓通关的秘籍。更重要的是，他的住所有一道双生门，积分足够多的玩家可以通过这道门到战区的任意位置，那可是所有玩家都求之不得的机会。那要多少积分？5000万。这么多？嗯。所以很多玩家通过非法手段砍取别的玩家手臂，到达梦醒城兑换积分，就是为了见到他。今天到了不少新鲜的鱼，二位要不要尝一尝？啊？在找这个吗？晚上陪我看电影。那要好好的挑下。记得你们答应我的哦，要给我多投票。你没事啊？你的台词真老土，我当然不会有事。没事就好。原来没有手环会死，你命真大。哦。不过，我们现在扯平了。你的手环呢？玩家身份被删除了。你快看，他好大！找死！哎，先生，别，这个故意的，我赔。
爸爸为什么会留着这份报纸？在现实图书馆，我遇见了 Zora。千惠，这些失踪的人和我爸爸的死还有原生公寓有什么关系？还不清楚。那我们应该去原生公寓查一查。万梦千惠分为战区和备战区，我们此刻在备战区，去原生公寓经过战区，没有手环，一旦被玩家击中就会死。刚刚侬房头那条鱼侬晓得吧？那条鱼不得了了，能看到吧，一个鳞片是银白色的啊，是要成仙的鱼啊。搿只是从黄金做的，再加了一道老贵的。别惹麻了，这次都被你们连累了，我们三个都被通缉了。没让你跟着。我愿意跟着你啊！你有种回来，别以为我会怕你。随你。好啊，有种你单挑，少阴阳怪气的。你不配。我看你是不敢吧，油头粉面的蠢猪。罪犯受死了。牛！我知道你是在嫉妒我。我的世界。没有嫉妒两个字。穿紧身裤的有种你单挑啊你啊，单挑啊你！你来谁谁来呀？通缉犯！紧身裤，你来，你。躲开来！别幼稚了，先离开这里再说吧。啊，好好好。那是找我的师兄 M 五，他在游戏世界待得最长，也许有新的线索。而且他住在波景城，那是消息的集散地，也最适合藏身。我是不会坐你的破车的。傲娇鬼，你是到谁等不到第二辆车的？开心能够认识你们。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找不到自己的同类是多可怕的事情。没有同类不可怕，没有助理才可怕。能不能把你的音乐关了？别吵啊！那就把你的枪送给我啊！那么帅，适合我。帅是因为我用，你用。只会让枪蒙羞，那你就别嫌长，自带的 BGM 关不掉。万梦千魂沉睡不醒，这是所有游戏玩家都沉睡其中不愿醒来不醒城。走吧。看来公司被查出的非法资金都流进不醒城，就是万梦千魂的一个 bug， 整个游戏世界被删除了，不醒城也不会消失。这里鱼龙混杂，所以没有人能找到这里。我们躲在这儿很安全。欲望横行，难怪万梦千魂没有公开上线。真搞不懂你们这些人，要那么多钱有什么意义啊？程序员懂什么？简简单单岂不更好？请逛。
才可以正式出道哦。这句话我好像在哪里听过。最多呢？就是你了。我要给你一个爱的抱抱。别忘了你答应我的哦。记得你们答应我的。小心，他就是卓然。没有人告诉过你要对女人温柔一点吗？说护卫队制式手枪，玩家中弹永远无法进入游戏。谁派你来的？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威胁到我吗？当心他要退出游戏。看来步行城也不安全了。退出游戏之后两个小时才能进入，我们赶紧去找师兄吧。무슨얘기하는거야이파진드나못잡고哎，我看到那几个通缉犯刚上去，看，在那儿呢。这边，我们去赌场找师兄，那里人都不安全。嘿嘿，你还是留在这里吧，枪拿着防身吧。喂，别那么招摇，毕竟是被通缉的人，怕死就别来。明明是我带你来的，我怕死。连点没点鬼家不分蓝月，只要你双眼有血光，双手有美梦，都可以成为最幸运的人。奇怪，他每天都在这里的呀。护卫队玩这个，师兄已经离开护卫队很久了。大厨，有问题吗？除了没转动一下，赢家的筹码自动翻十倍，一颗子弹六个窟窿，让我们看一下哪个是最后的赢家。두사람용기네세상참좁다고해야할까아니면원수도외남다리에서만나다고해야할까그러니까세사람뭐가참값지던데너이명만있으면내가이렇게해무동해보이는차에다닐필요가있겠어你有积分找我，你放开江寒。나혼자서어떻게가산을안만나세명다있어야돼我们赌一把，赢了江寒给我，输了我们跟你走。你现在没有退出按钮，被打入电脑会死掉的。别怕，去打他，去打他呀！高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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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俅！干你个大死货！我爸，你是东北人。哎，你家的呀，救命的！你不要命了？到你了。多谢你。
被打中几分钟会减少的。你说来，克莱，我就跟他，他住个半个呀！要死啊！小姐，小姐，小姐，他们都是来打苍蝇的，有他，有他，还有他，废物，一帮废物！我打，我打，我打，打他！是你啊！啊！老娘我这出去买一碗馄饨，你们几个小瘪三就又来我的场子捣乱，你们这帮几吃不记打的玩意儿，我还告诉你，你要是再让老娘看见，老娘我就把你滚去！是你吧？哼，这通缉令我都看了一整天了。给我签个名吧。你放心，老娘是不会告发你们的。我怎么忍心看着我的小帅哥受伤呢？嗯，哼，小姐，哎，签个名，我帮你搞。真的，真的。嗯，但也不要抢。你说，你说，你说，说说说说。别呀，我师兄 M5，小姐一定知道他在哪儿，对吧？哼，嗯。我就知道你们想的是他。这整个护卫队就出了你们两个惨次品。到现在为止，他欠着我的钱不说，还欠着我的情。放屁！师兄，谁欠你钱了？哎，而且我也不是被开除的，老子是自己不想干了，欠你的钱。咦，口味真重。嗯。你喜欢他？没有，你别胡说。说正事儿。帅，我听寿司说你在步行城待的时间最长，知道的线索最多。我想知道，我父亲15年前来过这个游戏，他叫江山，你听说过他吗？没听过。他那个时候30岁出头，短头发，整天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毛衣。这里每天见10000个人，9999个都穿灰蓝色的毛衣，我怎么可能记得住？师兄，别来烦我啊！动手。墨绿，哎，师兄，哎，我们找你帮个忙。哎，师兄，你开门啊！哎，我不是告诉你别来烦我了吗？还来干嘛？帮忙吗？哎，师兄，我警告你啊，你要是敢动他，我让你这辈子都出不了这个游戏。师兄，他的安全看你。很久之前，师兄帮莫莉做了个假的信息环。莫莉也在这个游戏里，和你一样，也不能退出游戏。师兄不敢见莫莉，让我们在这兜率宫等一个叫老 K 的人，说他能找到墨绿，说不定墨绿见过你爸爸呢。哼，这个点只能等到鬼。哎，下来呀你！他就是老 K。看样子七十几了。他在干什么？他在偷鸡。
不要！他就是那个救过我的人。你是墨绿。你们都是原生公寓探险失踪名单上的人。There's really no adventures here. Pretty much like everything you see here is a deception. 十五年前，我们都是游戏迷，被选上了万梦千魂游戏的第一批内测。内测地点就是在原生公寓的地下室。万梦千魂和你们失踪有什么关系 ？Well, at the time when the game wasn't fully published.We got into the game. We realized there's no exits. We have been stuck here. This is our dead end. Soon, they got rid of our identities. We can't even go home. 操控者为了让游戏继续运行，隐藏了你们被困的真相。That's right. 原来没有退出按钮，是因为从地下室进入游戏。所以我们这个是假的。一般人的这个手环，只要轻轻地按下去，就能退出游戏。如果我们按下去，我们就会死。为什么要把这么危险的东西带在身上？在这个游戏里面，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积分；如果没有积分，那就什么都不能干了。We've been stuck here for 15 years. This bracelet has been grown onto our arteries. Once you press on the button, you die.All these years, nobody knows that we're here. No one knows if we can live to tomorrow. Death.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fear the most anymore. Why should we have to bring trouble?变形 TMP 9毫米，战术冲锋手枪，配7.65毫米帕拉贝鲁姆手枪弹，标准的护卫队配枪。护卫队的？什么？他是护卫队的。护卫队的。这是误会，我凭什么相信你？上次为了救我们，现在已经被护卫队通缉，我们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除非你杀了他。我就相信我。放下呀，别开枪。寿司是我的朋友。没有人敢对墨绿这样子。Thank you.
这是妈妈送给我的手表，每次我特别想她的时候，我都会打开它听一听，但是不能听太久。我答应你，一定想办法带大家出去。可是，我们永远也出不去了。谁说的？是墨绿。为什么不想办法带大家离开？我带你去个地方。你知道这儿为什么这么美吗？因为这是祭魂处。祭魂处，人们总是羞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直到失去了才知道后悔。能做的，只是把悔恨变成文字，发送到这冰冷的虚拟世界。这成千上万的忏悔，离开的人根本无法看到，只能永远的寄存在这儿。我再也不敢一个人来偷积分了。就说你胆子小。对啊，别看你这么小个，可是你现在都已经28岁了。就是啊，在游戏的世界里，人死了会留下影像，永远寄存在这儿，像鬼火，像忏悔的卡片，永远都无法消失。这是唯一能证明他来过这个世界的地方。其实并不是我不想带他们离开这儿，只是我真的不想失去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因为我已经失去了一个。被困在这15年，现实生活中身体已经苍老，可在游戏世界，我却仍然还是这副样子。在游戏的世界中，你不知道醒来是否还活着，可在现实世界，也许大家早就已经把我忘了。不是的，你们没有死，只是意识被困在了游戏里。你的爱人在等你，小凯的妈妈也在等他。我明白失去亲人的感受，如果可以，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让我爸爸回来。虚拟世界是没有真实情感的。南极和寿司对你的情感也是虚拟的吗？其实这些年，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要救他们出去的念头。我可以帮你。你知道那有多危险吗？可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为什么寿司的纹身也是这个图案？还要推出按钮？因为这是游戏的设计者赐予这个游戏的标志。游戏设计者就是你父亲江山。Why would Kai blow the whistle now? 小凯出事了。别动，武器都放下。找你们这些遗留者还真难，多亏了你，江寒。真的好好奇，刀子要进肉里多深才能痛得叫出来。No！白龙，快点！小凯，好可惜哦，这件衣服不能沾血的。
放了他。我换他。小凯，那就不好玩了。别动，把武器放下。你到底想怎么样？听说你们的退出按钮会切断动脉吗？我要看你们一起去死。I'll do it. 不行，莫莉，不要。No. 不要。小凯，小凯，不要啊！记得你，答应我的。No. 小凯。出去，好久不见。这五千万的甲基分整个不醒城也只有我能办到了。走。想好了吗？这栋大楼是这个世界的起点。眼见为虚，爱胜一切。我找了15年，爸爸被害的真相，这一次是我最后的机会。游戏的设计者就是你父亲江山。爸爸！我不喝牛奶，喝掉。真蠢。我不想有人再受伤。凭你。爸爸留下的录音带说，我们住的原生公寓就是这个世界的起点。我一直不懂这句话，直到今天我才明白，爸爸所说的世界就是这个游戏的世界。不可以，只有足够的积分才能嫁到卡山德拉，用他的双生门去原生公寓，这是最安全的办法。不可以，这是爸爸留下的游戏，他的错误应该我来接。我说了，
不可以。那我们也来赌一次，如果我赢了，就让我去。幼稚。疯了！最坏的结果就是死，我不怕。目视前方，五。真笨，不要你管。光想是想不出来的。师兄，我很担心他，这是为什么呀？多条神经就是多点感情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感情是什么呀？早晚会知道的。那是什么感觉？你真想知道？想啊。回答我一个问题。好，什么问题都可以。如果有一天要你为他放弃一切，你愿意吗？嗯？如果失败，大家就交给你了。We'll be here。相比之下，比拳头还是比脚力啊！我什么都不怕你。比枪法，送你。好啊，早就该送给我了。还是我勇者帅。活的那个，宋江还离开游戏。他学的不是我。我只想他安全。
所以我们是同类人了。枪还是留给你吧，毕竟你要比我弱了点儿。也许寿司没那么恶心，有机会可以尝一下。见卡山德拉，把手给我。积分千万。千万？多少？多少？千万？千万？哎呀，让开，让开，让开了呀！咱一年都给跑，是为啥都卡山德拉满那所以呢？管理个。이놈들이부인을갈마자린줄알아이정도면카산데라몇번이나만날수있어好多次啊积分最多的人跟我走吧是你吧跟我来卡赞啊我只负责将积分最多的人带给卡山德拉如果他是假的卡山德拉会惩罚他的跟我来进去吧是卡山德拉又一年了又一年了是你终于见面了你知道我会来你知道吗你的项链整个世界都是因它而生的我的项链你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创造了一个让平凡人可以做梦的世界他毕生都在研究可以创造完美世界的源代码直到有人资助他完成他的创造江山依据万物都由分子式构成的灵感将源代码植入其中这就是这个游戏的初始源代码无限复制
不断发展，终于构建了这个虚拟世界，那是他除了你以外唯一的心血。眼见为虚，爱胜一切。咚咚咚咚，哇，真的是魔法耶。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当我发现遗留者被掩盖的秘密，我在游戏世界里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不想失去游戏世界中的一切，也不想这一切被遗留者丑闻的揭发而改变。内心的煎熬，15年来从未停过。当我发现江山把遗留者留在原生公寓，也许是内疚。这些年，我一直留在那里，照顾他们的身体。要想解救遗留者，只有去原生公寓。我想见你的双生门，通过双生门，直接穿过战区到达原生公寓。双生门，不是门，难道都是玩家的传言？该结束了。原来预言女神这么不堪一击。为什么要杀人？杀人？杀人跟丢一件破衣服有什么区别吗？人只有一件事情重要，那就是解决你内心的欲望。真的被你害死了，你要死了就别跟我吵架了。那你要失望了。Thank you.
老贝，再见了。啊，是永别。该下士的是你。别怕，我等这天等了很久了。双生门不是门，它是游戏世界的两个原点，一个在这里，另一个在原生公寓。两个原点，两个原点相通。这边亮代表阳，那边暗代表阴。阳作备战，阴为战区。又想到原生公寓，点按这盏灯，那边就会亮起。你的身虽然未动，但已经到了原生公寓，我也就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是我不够强大，不能保护你们。眼见为虚，爱生一切。你也知道这句话。当你意识到眼见的一切都是虚幻，你才会无敌。记住，要想拯救遗留者，一定要关掉游戏。关掉游戏。你腿受伤了，我带你去吧。原谅我的欲望吧，只怪现实太残酷。如果有一天要你为他放弃一切，你愿意吗？我愿意啊。要游戏，你会消失的。我现在觉得自己像个英雄。不可以。谢谢你。谢谢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做残次品。你是不是傻呀？我就是傻呀。我不要。记住你说的话，你没有带着他们离开，这是你的心愿，你是我的。告诉你个秘密，原来啊，这就是爱。我到现在才明白。
什么？他的话语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弥漫中所有的愿望。骗人！爸爸怎么会骗你呢？爸爸是魔法。魔法？嘉涵，你来了。爸爸，你一定要记住我下辈说的每一句话。这栋大楼是这个世界的起点，我修建这个世界的初衷是为了圆更多平凡人的梦想，没想到却害了他们，所以万梦千魂必须停止，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将所有被困在游戏中的人的身体都藏在内测室的暗门中，看到这段影像，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解救他们。不知道你现在长多高了，爸爸多想能够陪你一起长大，跟你一直玩魔法的游戏，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但是请你记住，不管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虚拟不是现实，爸爸都永远爱你。眼见为虚，爱胜一切。知道你回来，尤其是我的，他必须停止。啊！爸爸！计划好的，只有死人才不会被怀疑。我躲了很多年，这个惩罚够久了。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为了虚拟世界无尽的财富，为了永远成为这世界的英雄。那就要杀人吗？我不是杀人，而是在帮他们释放了他们的灵魂。你就是资助爸爸的那个人？果然是江山的女儿，和她一样聪明，可惜
也一样不开枪。那就是你们欺骗蓝影堂的愿望。身份都删除了，对我来说除了游戏什么都不重要。他有重要吗？有了他就不怕孤独了。
是自由。可这是你父亲的心血，他和我一样都不会希望这个游戏停掉。你永远不会和我爸爸一样。
小凯。二号桌那个人真是变态，说什么这个牛排多一分少一分都不是三分熟，切，长得帅了不起。真笨，我重新设定了这段时间，在不经意。
还在等，没彩蛋了，要死啊。嗯，我就是你的彩蛋。嗯。